新的耶诞城周末在板桥市民广场举办了盛大演唱会，昨天晚上包括严爵、卢广仲跟安心亚等艺人都是粉墨登场，加上闪亮亮的板桥星站灯海，让观众提前感受到热闹的耶诞节气氛。毛衣搭配扭腰摆臀舞步，宅男女神安心亚现身，气温十几度的新北耶诞城立刻沸腾。想要光着脚的在艺术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的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朋友把脸捧给谁都红彤彤。同样是甜美造型登场，郭靖演唱实力让排队等了一天的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，感动戏份就算纷纷模糊。情歌王子严爵登场，弹着钢琴献唱 PK 元气小子卢广仲摇滚吉他秀。只要老师说，只要老师说 OK 耶、yeah.一连两天的耶诞节演唱会嗨翻新北市，市民广场点上闪亮亮的灯海，小朋友穿梭雪人灯饰和雪屋猛拍照，延续白天的园游会人气，让耶诞城越夜越美丽。中央网燕君秋生 SM 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。